Hello，大家好，我是翟潇闻，然后很开心可以来到雅诗兰黛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我知道，其实小翟在不久之前已经官宣了，成为我们的雅诗兰黛大陆地区的彩妆之友。首先要恭喜，谢谢谢真的太会选人了，真的。而且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小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要解锁另外一个全新的身份，那就是京东美妆双11雅诗兰黛选品官。再次撒花，恭喜恭喜，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好吧？是的，是的。就是这次来京东直播间是作为一个雅诗兰黛的这个选品官，对，然后不光会给大家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雅诗兰黛一些日常的日好常的物，一些好物，对，然后同时也会给大家送上一些惊喜，对。对，好好期待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惊喜非常让我心跳快啊！我相信直播间当中很多的粉丝已经非常期待，一会儿为大家来正式的揭晓。那千万记得一点，短短的直播时间很短，福利很多，干货满满，所以今天晚上的幸运锦鲤说不定就是你，所以锁定我们直播间的镜头，不要走开。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福利，我相信所有的粉丝，每一位观众更关心的应该是小宅，那最近在忙些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在组里拍戏嘛，对，然后，剩余的其他的一些时间会录制一些像我们的歌这样的一些这个综艺，很棒。那我相信呢，直播间当中非常多的粉丝还有观众都在追这档节目，包括我自己也在追，真的非常棒。那谢谢，我看到就是小翟跟吕方老师然后一起搭档唱了非常多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像弯弯的月亮，你给我听好，我相信很多的观众都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我相信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同时我觉得可能让大家更为感动的一点，就是看到了小翟对于音乐的这份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这种态度。谢谢谢谢。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参加节目当中的这种感受好不好？感受其实一开始受到这个节目组这个邀请，就是怀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的吧，因为在音乐方面还是比较生疏的一个新人，对，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看到一些前辈他们对音乐的一个理解，然后，让自己，更加丰富起来吧，更加丰富起来。其实我看到小宅身上这种音乐人对于音乐这种坚持、这种精神的传承，我觉得这点特别好。那跟就是所有直播间当中的粉丝、观众分享一下自己在节目当中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可能最喜欢的一首歌，其实，合作这么多歌都还挺喜欢的，像跟吕方老师也有很多突破吧，对，就像你给我听好，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选的，当然会很喜欢，对，然后还有后来跟大老师还有龙哥一起，我们四个人的一些合作舞台，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那个满怀可爱，对，因为这首歌让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吕方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无论是跟几位前辈的这种碰撞，包括大家当中这种才华的碰撞，我觉得无论是给我们的小宅带去非常多收获的同时，我觉得更多的是让观众大饱耳福大饱眼福，这点非常重要。那大家都能看出来我们小宅对于这档节目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那首先我要希望小宅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也期待在之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好吧？谢谢，我们好好期待一下，还有作品、okay. 对不对？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小宅，那刚才说了最近又在拍戏对吧，正在拍戏，然后同学忙着录综艺啊，行程非常满，那档期很忙，应该会很辛苦，但是说句实话，每次看到你包括所有的粉丝通过镜头看到都是元气满满的样子，感觉脸就是在发光一样，包括我现在近距离看皮肤真的超级好，你的皮肤真的是超级好 ，top 的 top 级别的好，跟大家分享的秘诀。这点确实是这样的，我对人发誓啊，真的超级好。这个确实是，哎，就是你可能夸我别的，我可能会是谦让一下，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用雅诗兰黛。哎，其实没有没有，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是像自己压力会比较大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会写在脸上的。对对 对, 对，就是你这个人。其实光看你的气色就能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很辛苦啊。我感觉就是说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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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其实我现在拍每天拍嘛，然后其实会熬夜。对，会熬夜，会拍夜戏啊等等的。然后如果说你像熬夜比较多了，然后再加上最近可能有点上火，就会冒一些痘这样的。我就是我会这样。是不是就是幸亏我还不是痘痘肌。我感觉你一个你连痘印我都看不到。啊，还是有的。全脸皮肤几乎是无瑕疵的状态。还是有的。对，然后你像现在比较像摄像头现在都非常高清，其实它只要一拍你的特写的话，很容易就能看到你脸上的一些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自己确实是亲身用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我们雅诗兰黛的一个沁水粉底液啊，沁水粉底液。对，因为它底妆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你状态如果说因为熬夜有点不好，有黑眼圈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小痘痘这种小闭口啊，然后这个底妆还是非常的强的。嗯，它其实的话呢，我觉得我首先要夸一下，应该是你化妆老师选的，对吧？真的太会选底妆了。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雅诗兰黛的一个明星的单品，因为其实我们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它一个是主打的是这种高保湿，对，而且同时它有几大特点，它不卡粉，不起皮，不拔干，也无瑕无粉感。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小宅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就是在哪怕是像小宅要拍戏，面对这种高清的镜头，怼脸直拍也不会怕。而且呢，这个质地，我们这个质地我来试一下吧。它这个质地上手的时候就全新的，它上手的话只像日常，像小宅平时带妆时间，比如说要拍戏，是不是带妆很长？哦，好久，一天差不多带妆时间能在15-16个小时左右。有没有一些就是整个的一个我们的沁水粉底液的一些使用感受，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其实，我觉得好用就不用说了啊，我就说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吧，就是持妆还是挺能力非常强的，对，就是比如说。现场老师不用太担心为你补妆的这个问题，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特别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如果说我没感受错的话，它这个粉底液特别的养肤，它应该是有一个特别高养肤的一个成分。对对对对，它其实对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养肤这点，对，对我很重要。你有感受是吗？有真的有感受？我真是有感受的，对，就是有真的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有在，就是上哪怕上妆的过程当中也有呵护的感觉。是的，就是没有太不舒服的感觉，对，很舒服，用了以后。就其实呢，刚才呢，我们的小宅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我们的沁水粉底液它是一款养肤粉底液，那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很好，它里面是含有83%的这样的一个养肤的成分，所以它不闷痘，而且呢，像我不知道小宅你是什么肤质啊。就是我算是混合吧，混合肤质。对对对。那像可能有些，比如说像直播间当中如果有女孩子，她跟皮肤比较薄，像这种敏感肌也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一个是适合带妆时间长，然后呢，同时大家如果需要熬夜，需要长时间带妆也非常合适。那同时的话提醒大家，那今天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款的话，购买我们的沁水粉底液，可以享受买30毫升赠送25毫升，也是1C0色号，加上我们的美妆袋，相当于是接近是买一送一的量了。哇。啊，天哪，真的这么划算吗？非常划算，好划算，而且对，赶紧抓紧时间。那相当于大家如果想要拥有我们小宅的同款宝藏的粉底液，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趁这个机会抓紧下单，囤起货来。那同时，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一个发福利的环节。刚才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那这个福利其实是之前刚刚在我们直播开场之前让小宅亲笔签名签好的。那我们第一轮。我先斗胆一下，我们好像就签了没多少啊，所以我们先抽5位可以吗？啊，好好，5位幸运观众可以吗？我们将会送出5位幸运观众，然后你们将会获得我们小宅亲笔签名的明信片。现在抓紧时间啊，听清楚，在弹幕当中刷屏“雅诗兰黛大卖”6个字，“雅诗兰黛大卖”6个字，好吗？然后同时我们将会有请小宅来帮忙倒数3、2、1，好吗？好啊，好啊。接下来我要打开我的手机。对对对，大家抓紧时间刷起来，好吧？雅诗兰黛大，哇，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哦，有了吗？对对对，已经有了。您来喊3、2、1，好吧？好，3、2、1。好的，咔嚓，是哪5位？由下往上的5位哦，记清楚，是由下往上的5位，好吧？好的，来，我看一下，应该已经出来了。恭喜伏羲 X， 恭喜七月 Catherine， 恭喜这个 JD 下划线 XF， 不啦不啦不啦，恭喜 XINRUTTY。恭喜就你能的，好的，再次恭喜这5位，好吧？那在这一轮，哎，谢谢谢谢小宅。那小宅的这个专属福利已经送出，那没有抽中的雅粉也不要难过，我们接下来再加码一下，好吧？刚才我们的导播告诉我们还可以加码，我们将会抽取一位粉丝送上一瓶沁水粉底液的正装，就是我手中这个30毫升的沁水粉底液的正装。大家在弹幕当中我们加码好吗？大家刷出我爱雅诗兰黛好吗？我爱雅诗兰黛，抓紧时间，同时我们要辛苦小宅一下。好，我听着听着，真的要送吗？好，对对对，那我爱雅诗兰黛。3、2、1，我爱雅诗兰黛，不要刷错了。来来来，好，那接下来了吗？好，3、2、1，好，截屏。哎，等一下，来，那3、2、1，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位。好的，那恭喜，恭喜最下面这位，这个字我都不认识啊。
哇塞，这也是难到我了。我们把它放大一下看一下。恭喜恭喜，再次恭喜。好的，那时间有限啊，大家不要着急，小宅的专属福利已经送出了，我们后面还有非常非常福利在等着大家。那接下来时间的话呢，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轮挑战。那话说最近有没有明显感觉，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天来得特别快，好像几乎没有秋天的感觉。哦、是就是一夜吧，基本上就是因为前天大前天我还在穿短袖的现场、嗯、对。然后隔了一天晚上以后就直接就冻得开始穿羽绒服了。对对对，就特别是小宅、嗯、你平时拍戏一定要注意保暖。而最近有个热搜叫什么江浙沪退出下雪群聊，不知道大家听没，我是没有听说过。我说实话我也没有五 G 冲浪。对对对，但平时工作太忙了，但是真的很冷。虽然我们就是上海这边还没有下雪对吧，但是问一下小宅，你平时怕冷吗？跟大家分享。我算吗？夏天的时候怕热，冬天是怕冷。OK， 好的。那其实呢，我觉得一个是冬天今年肯定是挺冷的，而且其实冬天啊，这个天气一冷，这个空气会越来越干燥，像很多人的皮肤都会受到影响。那像我经常就会遇到像这种，比如说上妆卡粉啊，或者起皮这种情况。小宅平时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吧，尤其是像这种秋冬季节哈，然后像家里会开暖气啊这种的，会更容易干燥。嗯，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妆前吧，妆前一定要做好。其实的话呢，刚才小宅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妆前啊，我觉得有一个产品是值得就是好好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我们雅诗兰黛的沁水妆前乳、嗯、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用。那有没有一些使用的体验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使用的体验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跟那个沁水粉底液搭配起来特别好用。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沁水光透的这样的一个妆前乳非常厉害，因为它被称为是底妆救星、嗯、我相信小宅肯定使用了。然后它采用的是一个创新离子水科技，化乳爆水的同时它水润度能够提升200%，一触爆水不搓泥的同时是大家秋冬一个必备的一个产品。同时大家如果担心像底妆干燥或者起皮，或者像现在秋冬这个季节室内开暖气对吧、嗯、抓紧时间买它。那今天我刚才去开场就有说过，大家只要购买我们的沁水妆前乳可以获得25毫升的沁水粉底液1C04号加上美妆蛋，赶快去买好吧，抓紧时间。那这一款的话呢，其实是真的特别跟大家强烈的推荐的。那接下来时间的当中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只要买满超过900元，我们还会加赠的是我们15毫升的胶原霜，所以不要错过。那秋冬真的是一个需要温暖的一个季节，而且非常浪漫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接下来时间要给大家来饱饱眼福，因为其实我知道最近就是小宅跟我们雅诗兰黛合作拍摄了一支短片，真的超级帅气，讲出了是在咖啡馆当中一见钟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可以吗？好好好的，那我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Let's go。一支口红引发的这种浪漫邂逅，我相信此时直播间当中每一位观众都希望自己是能够邂逅我们小宅的。对，而且其实这个片子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一见钟情。那么让小宅你自己一见钟情的色号又是哪个颜色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个色号是雅诗兰黛557的那个焦糖考丽、哦、对。其实呢这款口红就像我面前跟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对对对，最左边我们最左边这款啊，那是属于我们雅诗兰黛的青木哑光唇膏系列。那今天呢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能够在秋冬当中拿捏好氛围，同时温暖大家的整个秋冬。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款非常热门的色号，那包括了小宅在我们的刚才的广告大片一见钟情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557焦糖考丽，还有我们的569焦糖辣椒，以及我们的333干风夜色。那其实这三款对于秋冬都非常合适。那同时我们今天也给小宅出了一个特别的考题，我们现场来考考你可以吗？来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OK，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稍微简单一点开始吧。我们给小宅准备了这个卡片
这样的一个题卡，加上我们的贴纸，那贴纸已经在你面前了，这面前的话总共有三张贴纸，那接下来时间呢，你需要根据我三个不同的题卡上的色号描述，然后在我们的粘贴处也是答题区贴上对应的口红色号，贴完之后我会来揭开谜底，看你是否回答正确。哦，我们一个一个开始，好吧？好，好，那接下来时间第一题，优雅丝绒显白橘棕，哎，粉丝也可以跟着一起猜一下啊。自信实力惊艳秋冬，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中这个答题卡，总共有三个选项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种不同的色号，焦糖烤栗、焦糖辣椒和干枫夜色，觉得这个是哪个？来，可以这个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帮助一下，包括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弹幕可以帮助一下。显白，优雅丝绒显白橘棕，自信实力惊艳秋冬，其实关键词在上面啊，在上面这一排，觉得是哪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干枫夜色是吗？是的。我其实觉得第一题是不是有点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哎，这么来说就是没有难度的。没有难度是吗？怎么这么简单？以后这种题不要问我了。我贴这个。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揭开谜底啊！这么快？喂，333。干枫夜色，下一题回答就对了，太简单了是吗？好的，那第一题回答正确，我们来看第二题。我觉得这题又更简单了，怎么？呛辣橘红，可盐可甜，一抹心动点燃全场。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这个简直是哎，毫无难度。当然是我们的烤栗焦糖，哎，开玩笑，开玩笑啊。哎，我还稍微紧张了一下，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工作人员哦，焦糖辣椒。特意有照顾我们小镇，569焦糖辣椒。哎呀妈呀，哎，没关系没关系，把它贴正。好的好的，来来来，微特把它贴正啊。太可爱。好的 ，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题，我就直接揭开谜底吧，我觉得太简单了。焦糖辣椒，回答正确，569焦糖辣椒。好，那最后一个，你也只剩下一个。哎，我最后一个好难啊，这个该是什么呢？是。实在是会不会超纲的，是不是？真太超纲了，这个题。最后一题这个怎么会这么？我应该把顺序打乱一下啊！我刚才没有检查顺序。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哎，好了，这样吧，我帮你揭开一个口，这个你自己来撕开吧。好。我觉得现场这个特别好玩，我感觉我们今天有我们直播间的表情包了，哦，是吗？好的，那恭喜我们的小宅三个问题都回答正确，好吧？可能你觉得这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现在要难度提升，因为其实今天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小宅来根据我们刚才的这样的描述，同时呢，根据我接下来在我们题板当中所提供的对应的每一个色号上唇的唇色图，要。对应上你刚才说的每一个色号好吗？我们一个图对应一个色号，我这里手中有三个，看得清楚吧？看得清楚。对，有三个，那首先我们一个来吧，好吧，第一个觉得是什么，我们也给观众来猜一下，我们的粉丝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猜一下，觉得这个最像哪个，最像哪个，是我们的557呢，我们的焦糖烤栗呢，还是我们的569焦糖辣椒，哦，还是我们的333干枫夜色，哦，我开始答题了吗？你有答案了吗？我有答案，我一眼就有答案了，一眼就有答案了。嗯，因为这个颜色最鲜艳的吧，我感觉是，所以说是，那个叫什么？来，叫那个那个辣椒，辣椒的那个，对，那我忘了它全称叫什么，因为焦糖辣椒。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回答是否正确。569焦糖辣椒，569焦糖辣椒回答正确。好，接下来我们难度要提升了啊，来看一下。这两个我是觉得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来跟观众稍微近一点好吧，我来看一下哪边啊，这边这两个稍微有点难度了，那剩下的两个答案，一个是557对吧，焦糖烤栗，一个就是333干枫夜色，你需要一一对应上，咱们两两对应应该是。好，对对对，那我一个一个来。好，那首先这个，那我们先哪个，这个哪个，这个是，我看一下，我其实这两个颜色真的很像，这两个颜色我觉得可能屏幕的原因啊，稍微颜色会比较接近，但是这个我也不是一眼吧，这个费了我两眼，这个是333干枫红，干枫干枫夜色。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自己都没准啊。如果小宅回答错误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把奖励送给大家好吧。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干风夜色回答正确。哇，其实我说实话，我坐在这里我近距离看都非常难分辨，是不是？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考验记忆力的时候了，好吧。哇，你最熟悉的这个，哇，五五七记不清这个叫什么，五五七是哪个？焦糖考粒。焦糖考粒，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回答是否正确。焦糖考粒回答正确。好的，很棒很棒很棒啊！不愧是我们雅诗兰黛大陆地区彩妆挚友，哇，果然是难得。谢谢谢谢。而且呢，我们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抓紧时间给我们屏幕前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来简单的展示一下，我们选一个色号跟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你选一个。我还是五五七。五五七对吧？好的，焦糖考粒，我们来上手稍微展示一下，好吧？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时间非常短啊，我来看一下。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秋冬的颜色，我觉得大家可以进去来看一下。我说实话，我的手真的挺黑的，但是这么一涂在我手上特别特别显白，而且我觉得其实它在秋冬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颜色，它有一点点带着那种薄薄的那种哑光的感觉，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质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涂。所以的话，其实大家在秋冬当中选择搭配的时候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颜色，非常百搭，不挑肤色，而且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的用到。所以呢，同时提醒了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三个色号，因为时间关系不跟大家赘述了，那我们三个色号只要购买就会送我们的明星随行的两件礼，包含我们就是手边展示的这个七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以及我们七毫升的 DW 的粉底液，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直播间心动的抓紧时间下单。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几个小时就到十一月十一日了，也是双十一，为了烘托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还准备了两个小游戏，时间有限，那我们要抓紧时间了，要有请小宅来共同完成。如果你成功通关的话，会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再次争取一轮福利，所以一会儿在接下来时间大家锁定直播间，千万不要眨眼啊！如果有任何的环节的话要帮一下小宅好吗？我们要抓紧时间帮助大家能够拿走福利，有信心吗？我有这两轮难度真的会有点大好吧。那我们第一个游戏是词语大拼接，我们准备了五个词语卡片，来，这五个词语卡片当中呢，我先不给你看了，那要在其中我们分两轮，一轮抽两张好吧。那随便抽句子当中一定要用有雅诗兰黛，你抽到的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词或者短语，然后三个词加在一起，然后组一个造个句。好，明白。好吧，那选两个。好，我选头两张。头两张是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先跟大家展示。现在可以展示啊。对对，京东双十一沁水粉底液加上雅诗兰黛，造个句。三、二、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京东双十一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好用。好的，可以，这道题算你过关。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时间第二题，来，同样的三张抽两张，后两张，这个大麦和 YYDS 加上雅诗兰黛大麦 YYDS 啊。这还需要，哇，天哪，好简单。好的好的好的，这道题我是觉得对你来说是不是太简单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难度提升一下好吧，我们考验一下你的演技，最近都在拍戏是不是？是的。可以吗？可以，这个挑战试一下好吧。可以可以。那我觉得这个环节可能是粉丝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粉丝非常了解，都说这个小宅是个表情包大户，我们挑选了四张你的表情包，你先要不自己先看一眼。哦，好。嘻嘻，忍住不哭。忍住不哭。委屈到撅嘴，如果有粉丝比较熟悉的表情包啊，可以在弹幕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还有谁？来，这不是我的道具，这是你的道具啊啊！对，交给你了。好的。然后同时，我手中的话呢，会有四个不同的在跟双十一有关的情景。然后当我比如说就是你随机抽一个情景，抽到任何一个情景的时候，你可以用手中对应的表情包哦，选一个，对，选一个，然后同时要在现场来为我们演绎出同款表情包，一模一样的。哦，模仿出这个表情包，你们不用模仿了，就是本尊在现场。哦，明白明白明白。好吧，好的 ，OK， 那接下来四张选一个，这个吧，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开始，好吧，我们换一个顺序。好的，来，第一个场景，朋友抢到了优惠套组，自己却没有抢到。朋友抢到了，朋友抢到了优惠套组，自己却没有抢到。选哪个？想想看，朋友抢到了优惠套组，自己却没抢到。对。还有谁？选择还有谁是吗？还有谁？等一下，来，还有谁？没想到他的优惠套组。
好的，好的，好的。这道题的话跟你说，你刚刚是不是反？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开始了。我就开始了。好的，好的。那这道题先算你过关。哦，我这就过关了。对，算你过关。好容易过关。好的，好的。那接下来道具卡拿好。接下来我们第二题。好。万万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好的，接下来三张题卡，选择一个。中间的。中间的是吧？来，我们看一下，发现雅诗兰黛双十一折扣巨划算，选一个。巨划算。特划算。嘻嘻，我们来一个同款的，好吧？我打个板，好吗？我们来打个板，来三二一 ，action！ 好的，太可爱了。好的，好的，这道题完美啊！我给你打200分，又过关了。对对，过关过关。好，好的，那接下来两两对应了，选择一个，二选一，选一个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没抢到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没抢到，没抢到，那只能是委屈到撅嘴了。好的，来三二，来面对镜头打个板，三二一 ，action！OK， 哇，这个很像，这个很不错，这个很不错。哎，我最后就最后一道题。哎呀，我就一个。青木成高抢单成功，抢单成功，抢单成功，怎么成功了呢？我这个需要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觉得你这样，你现场给我们来一个表情包，然后跟我们就是分享一句文案就行了。抢单成功，我们抢单成功，对这个我就拿走了，拿走哈。他剩下的是委屈，忍住不哭。抢单成功，不对，我现场来一个，是不是、啊？你现场来一个就好了，我们这样展示一下，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表情包就行。来个那来一个开心到无法自拔。好，来三二一。好的，好的，好的，好棒。好的，好的，还是非常感谢，非常棒，非常棒，再次感谢。好的，那在刚才的这两轮的这样的一个小互动当中呢，我们的小宅成功的为大家解锁了今天晚上的福利。我觉得真的不能说你为大家解锁了，真的是本来小宅就想送给大家这份福利。我们同样的会抽取五位幸运观众，然后大家将会获得我们小宅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再次跟大家展示一下。嗯，对。那一会儿的话呢，我将会喊有请小宅喊开始，然后同时大家刷屏这个雅诗兰黛京东大麦，哇，这个同框了，雅诗兰黛京东大麦，赶紧刷起来好吗？好，在弹幕当中刷起来，哎，弹幕已经疯了，雅诗兰黛京东大麦好吗？然后我们将会喊三二一，然后我们正式为大家截出来，好吧？由下往上的五位好吗？那接下来小宅，好，三二一，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哦，没事，三二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五位。好的，恭喜江江出淘记，恭喜亨重复，恭喜糖炒栗子一番好吃，恭喜周游，哎，这个好像是我朋友，天哪，真假的啊，你朋友，那去掉，对我这么残忍吗？哦，不行啊。好的，恭喜 JD， 不啦不啦不啦。好的，再次恭喜这五位，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我朋友，回头确认一下。好的好的。没想到啊，没想到，谢谢小宅啊，带他谢谢你。好的，那同时进行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小宅可以说是作为我们京东美妆双十一雅诗兰黛选品官，为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新选好物，也给大家送出了非常多的惊喜还有福利。那我说句实话，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们又到了说离别的时候，我们保证一下，下次给我们留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好好好，没问题，我们多聊一下，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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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那非常舍不得小宅，那同时我也知道他工作和通告非常忙，那我们接下来小宅有没有一些话想跟直播间当中的粉丝啊跟大家想分享，他们也等你很久了，也一直在很支持你，非常喜欢你，跟大家简单聊两句好吧？好好好，首先今天很开心可以作为这个京东美妆双十一雅诗兰黛选品官，然后来到我们雅诗兰黛直播间，然后把我自己平常会用的一些好物推荐给大家，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吧，对，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雅诗兰黛，那之后的话呢我们争取多请小宅，好，谢谢，多来我们直播间多多做客，真的，然后同时的话呢也期待小宅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好的作品，那么在直播之前我要再跟大家重复一遍，那今天在直播间下单可以享受的优惠以及福利，那刚才呢我们的小宅在开头跟大家有安利过的我们的沁水粉底液，今天我们下单购买可以享受买30毫升赠送25毫升，同时还有美妆蛋，另外购买我们的沁水妆前乳会送我们一样的25毫升的沁水粉底液1404号以及我们的美妆蛋，另外也不要忘记购买我们的青木唇膏，任意的色号我会送出明星的随行两件礼，包括我们7毫升的小棕瓶，还有我们7毫升的 DW 粉底液。所以心动的话，赶紧下单，包括我们小宅他自己的同款，大家要抓紧时间多 get 起来。好的，那同时要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那同时再次感谢小宅，我们期待下次见，好不好？好，谢谢，一起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好好好的，那拜拜啦，拜拜。